奇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王玉辉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15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第4局，是由中国队的范廷钰9段对阵韩国队的姜东润9段。王老师您好。各位棋友下午好，欢迎收看我们《天元围棋》频道的现场直播。这一盘棋是本次三国围棋擂台赛第1阶段的最后一局了啊。在此之前，范廷钰是破竹3连胜。是。这3盘棋，不过好像对手还没有说真正遇上真正能够给他带来威胁和挑战的对手啊。两位日本的年轻选手呢，都还稍显稚嫩。韩国那盘棋怎么样？韩国那盘棋，范廷钰应该也是有惊无险的获胜。那总之今天这盘棋的对手呢，比较强。是。姜东润，曾经获得过世界冠军的棋手。有很多媒体说比赛今天才正式开始，就觉得前3盘棋都完全是小范一个人的舞台，展现了他厚重的棋风。因为范廷钰确实很厉害，这个一般如果实力不如他的棋手也确实很难赢他。是，今天这盘棋呢是下午2点在中国棋院进行，这个是比赛开始时的画面。裁判长是刘晶宣布赛前的一些纪律，还有我们本次农心杯的用时规则，每方1小时60秒一次。姜东润是89年出生，今年24岁了。小范96年8月。对，其实前两年在我们看来，姜东润是不折不扣的这个后辈棋手啊，年轻棋手。现在坐在他面前，居然也是一位比他小7岁的一个棋手了。而且呢，这个小7岁的棋手很不好对付。是啊，两个人同是世界冠军。姜东润呢是09年富士通杯的冠军，小范是新科，也就是今年英式杯的冠军。对，姜东润09年拿冠军的时候是20岁，已经很年轻了。对，但这个记录是没有最年轻，只有更年轻啊。这记录早早的就是被小范给破了，其实在此之前也很多人把他这个记录破掉了。对。姜东润长胖了一点好像。对，姜东润呢，对于农心杯来讲，其实还是一位老将，因为他在08年的时候，农心杯的舞台上，他就已经取得了5连胜。哦，不仅是老将，也是一位悍将啊，看来是啊。是，而且在前面的14届农心杯上，韩国队呢一直成绩非常的棒。获得了11届的冠军，中国队获得2届，日本获得1届冠军。这事还真的是挺奇怪的。其实按说这几年中国的这个成绩啊，在这个个人比赛上的成绩已经全面超越韩国了啊。那么唯独就是在这一项比赛上，我们还没有说真正的全面超越，连续几年都是我们赢啊，好像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啊，这也是挺奇怪的事儿。你说团体赛，虽然冠以团体这两个字，但棋还是一个人的去下的。其实我就棋手的这种经历来看，我没觉得这个所谓的团体赛啊，尤其像这种擂台性质的这种团体赛，就是跟个人的比赛有什么太大区别，我真没感觉出来。我想可能是棋手的一种责任和压力吧。作为个人赛来讲呢，输赢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可是团体赛我想肩负着一个整队的荣誉，可能下起来比赛应该压力会很大。那王老师您应该也下过这种团体赛吧，比如说围甲联赛。这个压力怎么说呢，这个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实力够不强。其实你不管是1个人下，还是4个人下，还是更多人下，就是棋的规则是一样的。就是压力呢，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一些东西。如果能调整好了，或者把这种压力变换成平时训练的一种动力，我觉得真正在比赛的时候，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棋还是棋嘛，有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盘棋。小范猜过先以后直黑。黑棋。白棋小目。小目，今天是以4个小目开局。这个第4个占小目其实相对少见。
一般来说，其实我蛮喜欢下这样的一个棋的，我下黑下白都经常下。在我的对局中，或者说我看其他棋手对局中的时候，第四手棋白棋占角占这个星位是多一点，这个有道理的，占星位实际上有道理的，因为其实不管你占哪个角，黑棋下一手挂角肯定是要挂的。对，那么白棋普通的硬尖一个，尖一个之后呢，就产生了两个好点啊，一个是手角，一个是挂角。对，对于黑棋来说呢，这个和这个都很大，或者拆在这里，这两点都很大啊。那么黑棋不管走哪个，白棋就走另外一个。比如说黑棋如果小飞，白棋就挂这个角；黑棋如果拆的话，白棋就挂这个，这两个都有。那么白棋这个星位跟小目会产生出什么一个大的差异呢？就是如果在星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了一句，当白棋小尖之后有两个好点出现啊。那么当白棋这个棋变成了小目的时候，黑棋如果一手角，那么底下紧接着又变成两个好点，或者说我们从这一步算起，原来的两个好点变成三个好点了。这样的话，其实就我感觉对白棋不划算，不划算，因为黑棋很容易选择了。现在黑棋基本上会选择这个点，选择完了以后 ，OK， 这个挂角和这个拆棋这都是很好的点，感觉黑棋更容易选择一点。其实在此之前啊，我倒是觉得小目也比较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一人两个角，如果黑棋守角我守一个，他守一个我守一个，那不然的话我如果是星位，那如果一人守一个角，岂不是黑棋守了两个小目角，我只能守到一个。你这个算数要好好再学一学啊。你看你这样，你守一个我守一个，你只看这四手棋觉得是划算。我是说这样，如果他如果又守一个我又守一个，我说一人守了两个角，如果我是星位的话，他就守了两个角，我只能守一个小目角，是这个意思啊。说实话我没太听明白你的理论。因为黑棋已经挂到一人两个角吗？黑棋已经挂到这个了吗？黑棋已经挂到这个，那现在黑棋守一个，白棋守一个，黑棋守一个，现在明显是二比一嘛。对，是您说的是，假如说黑棋的第五手是挂角的情况下，我说如果黑棋是守角的话，他已经挂了呀，问题是他第五手他已经挂了呀。但是下这手棋的时候啊，那我刚才不是有个前提吗？就是不管你下在哪，黑棋肯定会挂角。像这样的哦，这个都是必然的一手。对呀、像这样的对小目，难道老师没教过你吗？这个肯定是要挂的，对呀、这个咱们应该从小都学过吧？对小目肯定是要先挂角的，没有理由去守这个，没有理由去守这个。所以不管你站哪个，他都会走这个。还有一个道理是，当黑棋这样下完了之后，黑棋这个已经挂到了，所以黑棋现在这手棋也很好选择了，黑棋也就不拆了，黑棋也继续守，因为它很容易判断，做一个判断，我这个角我挂到了，然后这边的角我守到了，就是黑棋的先招效率得以确保。所以说感觉啊，白棋实战其实选择这个小飞跟尖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但总感觉下成这样的话，黑棋是没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样的话黑棋是守到两个角，所以这手棋比较少见，这个小目比较少见，总感觉布局有不满的地方。对，在以前好像我记得我打谱的时候有过棋手喜欢乱战的时候，有挂角的时候白棋也选择挂角，就是一上来我就看见直接反挂是吗？天花乱坠的所有的角全都挂上了。那样的话其实也是星位好，也是星位好吗？对，星位因为它就是不让对手挂角挂得这么舒服啊，还是那边既然作战了以后，这边就把棋子位置走得更高一点是有好处的，那这个好处都是宏观上的。然后黑棋守这个角，对，应该这能守成这样，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然后白棋尖顶，这个尖顶呢，反正总是不如能直接守角好，因为黑棋这个子是有活力的，永远都有活力啊。但后来我们看，就是好像被压缩的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还是有活力。然后拆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大。这个不是说著名的大场吗？这个和这个哪个大？那真的难判断，你这个问的难判断。但是作为白棋来说，白棋契合走这个，就是白棋他的心态是，虽然我不能守角守得这么舒服了，但是我也相当于守一个角。对，但是我走这个，我起码局部形成三打一，跟这个守角的手术的这么一个效率是差不多的。客观上说，确实被黑棋已经稍微便宜一点了，就被挂着一下啊，比你直接手脚，黑棋已经稍微便宜一点了。但是作为白棋来说，他不尖顶，他心有不甘啊，这个地方还是要走一个。但是呢，你刚刚那个问题，我确实不好回答，就是这个大场确实也很大。
对啊，我觉得这是教科书上的大厂，比这三条边都要大很多。这个大厂，他看到这个大厂呢，实际上我想起一个故事来，就是我呢经常用这个局面的这五手棋啊，为很多不懂围棋的爱好者去讲解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用一个词来涵盖，就是平衡，嗯啊，或者中庸。就是我经常来给大家，就是这些接受我这种熏陶的朋友，可能不怎么会下围棋。我跟他们讲，围棋是要讲平衡的。什么叫平衡呢？就是所谓往前一路则过，往回一路则守，这个不好。那么什么是恰当的呢？就是你看，我跟他们说，我说拆过来一路哈，你只给对手留了四个空格，你自己非要六个，这个是过了。如果你只要自己，你只要四个呢，那对手走完了以后，对手也有四个，这个又你先装效率又没体现，这个又他守了，所以呢，你占五个，同时给他留下三个，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实际上为什么叫中庸啊，什么叫平衡啊，就是拿这样的一个形状，左右同行的一个形状来解释。很多人一听就是容易比较直观的去理解围棋的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的道理啊。但是这种东西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像这个形状往往出现在于就是我们臆想出来的局面，在实战中其实我很少碰见这样的局面。在实战中，你比如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当人家手脚，对，如果这个子是白棋的，那么如果手脚是白棋，一般都拆了。拆了，对，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棋，在职业棋手对局中，很少当黑棋手脚的时候，白棋也手脚的，基本上都是去拆，有拆这个的，也有拆这个的啊，都有。所以今天这个局面是比较少见的。我下了这么多年棋，也讲了很多棋，像类似于这样的局面，好像还是第一次碰到。理论上来说，当黑棋真正能拆到这一点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满。就在整个这条边啊，黑棋的这个先招效率非常的充分，然后这个小飞呢和这个局部的定型呢也差不多啊，黑棋肯定也不吃亏。所以这是拆第十一手，这第十一手的布局截止到这里呢，黑棋肯定是便宜了。就便宜有多大我们不好判断啊，对，但从各种进程啊和形状的剖析来说，黑棋肯定是比较满意的。对，心情很好，并不是说下十一手就已经好多少了。对，但这个心情也很重要。然后白棋也拆一个，对，一般来说无忧角总是不要让对手两翼张开的。其实我现在对这个理论已经有一点怀疑了。我觉得两翼张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就被一阵是吗？可能他这手棋也有点想限制黑棋的这个。这个也是天王山，就是边上的天王山。那如果变成黑棋的话，那白棋自身的潜力也没有了。这个也很大，黑棋还拆个二呢，白棋跳起来。对，接下来其实这两条边的选择，好像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吧。这两条估计还是会走这个，一个呢是走到上面，我觉得是限制白棋的发展，还有一个选择呢是开拆。开拆跟这个虽然不太一样啊，但我也觉得有点像，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形式扩张一下。那还是那个大，还是这个大，上面大，对，这个还是明显大。因为刚才咱们不是刚说过无忧角不要让对手两翼张开吗？那如果白棋拆的话，白棋不就基本上等于两翼张开了吗？就这个是和谐的。就为什么白棋刚才不去选这个呢？是因为他也不想让黑棋两翼张开，就这个还是容易选。那接下来下一手棋也应该是必然的，对，白棋肯定会下到这边，不想让黑棋两翼张开。现在布局的这一个方向就是说，按照这个线路去推进啊，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容易去猜到他的下一手的大概具体的方位啊，可能具体的位置不好判断，但方向肯定是确定的。白棋拆这个应该也是合理的，拆这个也是合理的，拆这个就软了一点。拆这个自己只有四，给对手留着三，这个是不满意的啊。自己拿到五，给对手一个拆二的一个空间，这个是可以的。黑棋还是拆二。对，不过这个拆边的这个选点啊，这个确实得慢慢的研究。因为刚才说嘛，给自己拆个五，给人家留个拆三就满意，这个拆四给人留个拆三就不满意，这个大家得慢慢体会。总之就是给对手留余地。给对手留余地，其实给对手留余地的同时，你看你好像是你给他留了个拆二，你觉得不满意，但实际上给对手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余地。对，当人打入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拆二。你也有拆，你如果拆得太远的话，
人家一打入，嗯，自己也是有差异的，那也没意思。对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哎、说得好，这个就是要留有余地，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啊。所以棋如人生啊，这是对这个道理，还是在棋盘上你要仔细的去剖析，可以把很多局部的一些理念赋予它这个人生和生活的一些道理啊。这就是看，你棋的水平越高，那么从这里面挖掘出对生活有益的价值的这种故事也就越多。对，拆一个，那我想。白棋的下一手就拆这个，对，这两个应该是剑合的好点。现在呢，这个第十八手白棋拆在这儿，拆在这儿之后呢，这个棋的格局基本上定了，就是你看，黑棋一条，哎，黑棋一个，人一块，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就是每人有两块棋，都挺大，看上去，价值也都挺高。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进入近身的肉搏战了，布局。从这里开始啊，布局基本上告一段落。这盘棋是比较容易分得清架构的，就是布局到十八手结束了，然后进入续盘和中盘的一个战斗阶段，然后再往后面不知道会不会有官子啊，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有些棋其实现在看来布局中盘什么就已经很难去细细的把它给分开了，对，经常走着走着就杀起来了。是。但这盘棋呢，别看前十八手呢是中规中矩啊，感觉大家双方都在虚张声势，那说不好呢下一手黑棋就要有所动作。这棋黑棋现在选的点是尖冲，尖冲这个点我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如果生生的打入的话可能会没有什么内涵啊。也有可能黑棋其实也很想下这个，这个其实就是一边扩张自己一边去压缩别人。但是可能小范觉得如果飞白棋也跟着飞，就是黑棋的这个范围不一定有白棋大，就是真正对围的话可能黑棋也没有什么太满意的地方。尤其黑棋这个拆二是比较厚的，他肯定还是想在这做点文章，就是在破坏白棋实力的同时呢去跟白棋作战啊。那在当前就是在当前的局面下呢，就是所有的焦点都只有这一块吗？这边有可能会形成焦点吗？像这种跳一个之类的，这个不太会，因为这个已经是拆二了，往上再跳会扩张自己意义不大。如果说这里没有这个子，这个是有可能的，但已经有这个子了再往上跳意义不大，跳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跳这个黑白棋也跟着跳，还是刚才的判断，因为白棋这个间隔也很理想，黑棋如果简单的去对围的话，这个先招优势不一定体现得出来，加上黑棋的周边的形状呢相对白棋来说要厚一点，你看黑棋其实这都是拆二，是吧，这是个拆二，这是个拆二，白棋基本上最短的一个拆也是拆三，是吧，这有拆三，这甚至还有拆四，其实这种打入都是有可能的，这里也是拆四，就是这个棋黑棋如果用小间隔去跟大间隔去对围，这个显然是不划算的。那先看了黑棋的这个间隔呢，发现是不能对围的，那就是对破，那焦点是这边还是这边？因为这边其实我已经有一个伏兵在这儿，有没有可能从这边入手呢？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所以这个选择起来也是蛮困难的。其实作为黑棋来说，就简单的搬一下，打一下，然后拆个二，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完全有可能的，然后白棋如果拐跳阵的话，黑棋拖这个形状想做活一块棋难度很小，基本上没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不是轻而易举的把白棋的模样就给对，但是也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比如说你阵拖，这个估计是会有作战，白棋搬，黑棋常规手段是刺一个，刺的话呢这个棋白棋是粘还是粘，是粘哪个是要判断一下的，就算白棋粘这个吧，这个有可能，那就有点复杂了吧？我会冲断啊。对，冲断白棋接啊，那把这个吃了。哎，打一下，但是黑棋也付出很多。黑棋白棋这个变成后势，黑棋这边也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很难讲。这下棋它有它的合理性，就是在这里。你如果说特别想干一件事儿，你就得剖析，就是这个事有没有风险啊？我在得到我想要的同时，我要付出多少？这个就是要一个取舍了。总之呢，像我们看这样的棋，我们就知道这个打入两点提前就可以判断出来啊。第一，不会死；第二，不会是一本万利，就是或者说是没本的买卖，不会是啊。就是这两点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顺着这个主线再去计算，
看看到底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能够对收获是不是够大，就是在提前就得有判断。我感觉即便下成这样的话应该也是个两分，因为白棋这个后势对外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嗯，对将来这边多战，对下一手什么这个地方的打入，这个影响应该还是挺大的。至少下成这样我觉得是两分，黑棋没看出是明显的得利。那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了打入那边吗？打入那边会形成什么样呢？从这边动手尖冲，嗯，尖冲这个选点蛮有意思的，它这个选点应该说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如果白棋爬的话黑棋就长，这样的话也就不需要去费很大劲去打入了。如果能够这么常规的把白棋给压缩在底下，其实黑棋是很满意的。对啊，白棋只在对白棋如果是这么度过的话，那黑棋以后还有这个靠的手段，这样的话就随便再跳或者再飞已经把白棋压得很低了，这个也犯不着打入了。对，说实话他的目本来也没多少啊，打入他再冒什么风险也就意义不是特别大了。如果白棋本来就不是太大的话，打入也就太不值当了。对，所以白棋是不肯的，但白棋这个地方也得跟着硬一下，否则被别人直直的挡下去这个是不太舒服，所以白棋贴一个。嗯，白棋贴的时候这时候黑棋就不能再长了，这时候黑棋如果再长白棋就飞或者跳，这样的话就度过，就算飞一个吧。这样的话黑棋就再想去寻找头绪也比较难，而且这两个子会变重，这两个子不像刚才那么并排长三个，它的弹性很好，这个两个子其实是蛮重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这儿虚晃一枪以后呢，黑棋还是选择这个打入，再打入。嗯，这两手棋有必然性吗？有点必然性，但是呢作为白棋来说其实我觉得关系不大。这个棋对于小范来说这个就是迷踪拳，这个尖冲一下实际上是迷踪拳，就是来引诱白棋犯错误的，扰乱他的这么一个哗哗，先给你来个20几套拳法，实际上都是这个让你眼花缭乱的啊，是要转移你注意力，这样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应该意识到这个。好，其实重点不在这儿，还是想这边。对，我问你啊陈英，如果黑棋直接打入，白棋下什么？我想下小尖，因为我不想让他轻易就拖过了。嗯，其实小尖跳也不是不可以，他真拖过的话意思也不是特别大，尖一个当然也可以。那么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对于白棋来说现在的这个思路呢还是应该立上走。嗯，刚才如果是小尖的话现在跳一个就更可以了，因为现在黑棋更不肯在这拖过，这两个损了嘛，如果拖过的话这两个损了，真拖过的话其实白棋这个子对黑棋的形势发展也是有挺大的作用的啊，去警告你，尖一个也可以，继续尖一个也可以，继续尖还真不知道黑棋下什么，黑棋大概也是贴吧，白棋就跳啊，黑棋大概长，白棋就很接上，他就这么挡一个做活吗？这个其实挡一个做活也很局促，挡一个做活我们就搬，然后他搬下面，啊，他还说搬吧，就搬下面是吗？就搬下面，黑棋就白棋就算接上。那他是不是就活了呀？我就活，对，活就活了嘛。其实，活也不是说特别局促。那么白棋变厚了以后，白棋也可以打入黑棋。嗯，这棋正常这么下也是可以的。白棋这个跳一个大概也可以，对他这边破坏余地更大一点。下一手白棋可能就来了。其实我们把这个图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是想告诉棋友们，白棋的方向还是应该在上面。这时候白棋应该出头，我们经常跟一些业余棋友去下棋的时候呢，老是提点他们这一点啊，提醒他们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懂得出头。出头的价值往往是要比走在局部做活的价值要大，因为出头了以后，第一可以对外面产生好的影响，第二呢，往往出头的同时是可以分段别人的，往往你一出头，你就把两边别人的棋给分开了，这样的话对未来的主动权的争夺呢，肯定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两手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会这么下哈。有了以后呢，不可否认，像黑棋如果立足于在这个局部做活一下，将来尖冲一下是有一定好处的，对，有帮助。这个也是小范他的这个不仅仅下棋是不能说完全是虚招啊，除了迷踪拳以外呢，他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这也是证明他是高手嘛啊。但是呢，作为白棋来说，不应该被这一点给迷惑。对，有了这手棋交换之后啊，好像白棋的思路全都改变了。对，白棋实战下面这一手棋呢显得有点小，这个棋就是这个小是打引号的啊，不是说价值小，就是说眼界似乎有点小了。我经常这个在看足球转播的时候，
那个听到解说员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有些球员个人能力非常强，然后呢这个盘带能力就一直是个人突破，这些能力都很强，但是这样的球员他就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容易把球给踢小了，就是在这个局部啊，他眼界慢慢看不到大局的，其实那边有个空当，这个球分出去，这个球传出去的话呢，可能就会对全局会有更好的影响啊。那边是空当，这边已经四五个人围追堵截了，他还是要在这儿这个自己盘带，舍不得分球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有点小。我感觉像江东的实战这手棋呢，就下得有点小。这二路上，他的语言很明确，破眼。是吧，不要让你这个子有生根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忽略的是大局。对，这个棋其实本来堂堂正正的一跳出来，对周围的影响是很大的，不管你走什么，比如说下一手拐阵过来，这边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或者说下一手再打入进来，可能对这边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那这个棋下在这儿的话呢，显然这些影响暂时看不到了，它只是对这边有很大的好处啊。下到这儿，确实，如果没有这两手棋的交换，肯定是不可能。不可否认，黑棋这两个子是损了。但是你换想想，人家一打入，你往这儿走，这棋也挺怪的，看上去也挺怪的。对，绝对不可思议的一手。这两手棋确实是损了，但是你说我损多少呢？很难判断。就损了这边的一些。对，让这边变厚一点，但我这个子放在棋盘上还是有用的，没你这个子价值大。但是我毕竟逼着你在二路走了一个棋，嗯啊，所以我觉得这手棋我不能赞同，太小了，对，步调太慢了。小范下的倒蛮大局的，哎、下一手对这个好棋，飞一个，这个是好棋呢。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这两手棋黑棋便宜了，黑棋便宜了，否则直接飞的话，可能白棋也会飞起来去扩张。嗯，经过这两手棋的交换，你这个好点没有了。这个白棋在这个局部已经动不了了，白棋要走的话是不是只能这样靠？对，白棋这个靠是不肯的。为什么我们刚才白也不是靠而是飞呢？这个靠实际上是帮黑棋撞后，撞得太厚了，黑棋就算搬，那白棋只能退，对，再压。哦，那他是不是还得退啊？你还得退，我尝一下。那你还得硬。哦，不知道还不知道硬在哪儿呢。那是、我再压，你这个棋还是要硬。这个对，那这样的话就跟刚才差很多很多了。黑棋这个就明显比白棋要大了。是吧，你这时候该看黑棋有什么亏的，黑棋每手棋都是便宜的，其实对，一下外面就是膨胀起来了，你就被压缩进去了。刚才那个图其实对于黑棋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判断跟选择，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接受的。黑棋是在寻求一些更好的下法，现在经过这两手棋的过门，它可以在这里获得了原来本来不属于它的利益，这个便宜我估计一战得差个一个天目的，但对于白棋来说就不可接受了，基本上。所以说黑棋这一飞好棋就把白棋给拿住了，白棋在这个局部没有靠一个是不肯啊，把黑棋撞得太厚是不肯啊，拖过也不肯啊，这太低了下的，那么只能脱先啊，除了是说这上面下面都不肯，那只能脱先，这个肯定也不行，这个也差不多，这样的话人家就算从上面来，你这个幅度也变得很小了、对，他不会跑这个好像唯一就是说等到黑棋把白棋这个子吃掉的话，可能看这个子的价值还是有一些的。对，那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很悲痛的前提啊。对，本来是黑棋打入，然后白棋这个子会突然、你现在已经要假设自己这个子是作为弃子所存在的了、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悲愤的一个前提啊，很不开心。想当初再没有这个交换，如果小范说哎你这个子就弃给我吧，江东院肯定不干、说怎么可能。对，江东院肯定白你一眼是你爱干嘛干嘛去啊。但是这个棋呢就是有点小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我觉得这盘棋白棋在布局跟续盘这个速度慢啊，速度慢，然后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坏棋。坏棋，黑棋这个飞下得不错，小范这手棋的飞还是挺有大局观的，确实很让人佩服啊。其实范廷钰他的棋风呢、本身是这个后半盘非常的扎实，然后呢犯错误的时候很少，靠功力来取胜的。那么现在看来，在这个大局观上呢，应该说这一两年进步也是很明显的啊，挺厉害的。对，飞一个让白棋呢、不得不选择脱先，局部已经没有好棋下了、那他脱先去啊、撞一个脚上适应手，黑棋打，好，搬对，黑棋是在这边展开进攻，白棋要腾挪跳，常用手段。
哎，这个棋呢，陈莹，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如果说你下黑棋，你的第一感是在哪里呢？这个棋下一手，嗯，那我肯定不能让他轻易就做活，嗯，那我总觉得在这一块是黑棋的势力范围内，嗯，我总要使出点手段进攻他，嗯嗯嗯，尖顶，嗯，这个尖顶就是俗手啊？为什么？因为我想着我不想让他轻易做活，啊，打一下长，嗯。尝完了以后你不好办了，尝完了我就跳出来，对，那他以后基本上一虎就活了，嗯，很难杀了，所以说你这个尖顶是俗手，你有点在帮他做眼的感觉。如果我第一感是尖顶，然后之后呢，嗯，如果您说我这个图不好的话，嗯，我在想我也不肯从上面下，不肯，因为从上面下他轻而易举就做活了，对，不肯，因为上面价值不大，这地方已经很厚了，不怕他出头，不怕他出头，确实，嗯，如果你上面走他一拖什么的就做活了，这个确实不可，我又要阻度，嗯，又不能让他做眼，嗯，那下一手那您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第一感，你的第一感肯定没有这个的感觉是吗，啊，不是没有这个感觉哈。我觉得这个不是离他太远了吗？一般这手棋呢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前提是这边是黑棋的字，嗯，这手棋常用，现在这边已经黑棋没有什么拆边的余地了，还走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我也没有这个第一感说实话，但是呢我仔细思考下来，我觉得这手棋很有味道，就是确实是让人回味的一手棋，确实下得不错，这手棋挺好的。这手棋那如果白棋跳的话您是不是也跳，跳他应该先刺一下，哦，面你的眼，这个地方要先刺一下，然后飞过来，估计是这样的进攻，就是让白棋在这边下棋，白棋在这边下棋不是正好都撞到黑棋的后市上吗，这个实际上我即使虎一个跟我刚才那个尖顶的差别就是白棋没有活，对，真的差挺多，嗯，你不仅没有活，你这个眼位是明显不足的，你现在虎我接在这儿，你这个棋能不能是不是直接被我杀掉都是有可能的了，就白棋风险会大很多。那这手棋看着好像是离白棋远，实际呢对白棋的压力倒比我这个尖顶离得太近压力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陈莹，是这样的，进攻的时候本身就要离他远一点，你当你准备进攻的时候，嗯，你这个棋就是离他远一点，以免被他借劲儿啊。是你防守的时候腾挪的时候这个棋是要离他近一点的啊，确实，但是借他的劲儿，我有的时候啊就觉得吓唬别人我就是离他越近，嗯，别人应该越害怕，嗯，我离他越远好像威胁越小似的，其实围棋是辩证的，这盘棋围棋是辩证的，首先这个东西它没有恒定的是规则啊，嗯，就是你说的也未必不对，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用你这种理论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方法，它的辩证的意思就是在于所谓的欲擒故纵嘛，就是你真正想攻他的时候你反而要离他远一点，这个可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对，这盘棋的这个就是小尖和扎丁，嗯，看着我这个像是紧，实际呢，嗯，倒帮别人借劲儿了，飞一个可能，飞一个可能比你这个好，但是飞的话呢它底下又太慢了，飞可能我担心人家尖一下，嗯，然后直接跳起来一下头就变快了，所以这个点还是真的拿捏的不错。刚才我在底下碰见一个我的好朋友棋手，就我们在探讨这盘棋的时候，他对这个杂丁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个杂丁好像有点呆板啊。我不说他名字了，省得他跟我算账啊。但我，一开始我也认同他的看法，因为第一感我确实也没有这个第一感。嗯。但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这手棋还真的是挺有味道的，挺有内涵的。我觉得很少用，确实。嗯。如果这边是自己的空的话，倒是有可能选择扎丁，嗯，那又是白棋的子，看看白棋怎么下吧。我觉得还是一手好棋呢，算是一手好棋。白棋是打吃之后飞，嗯，飞卖个破绽，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跨断它，有吗？不敢，其实为什么不敢呢？我跨断你怎么办？跨断，我想白棋肯定得在这边借用啊。那你来。哦，我这个组合拳怎么使呢？这个你搞这么大难度，这个我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先把你吃了再说。你这打入个子全死进来了，就这么全死进来了。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只能正面迎战？嗯，怎么迎战呢？哇，因为我争子，我先吃了再说。
争子肯定不利。那您说我引争也不对，弃子也不对，那我这棋不是没法下了？对，所以这就是我比较快乐的时候，考考你，考你是我比较快乐的时候。那您来教我们一招吧。这个棋实际上白棋在卖个破绽，这个飞真的是在卖破绽，希望就是你靠。靠的话，简单的一虎啊，啊，做虎叫什么劲呢？那这个子叫什么劲呢？就弃掉了，活了多舒服啊！本身就是找不到这么好的活棋的方法啊。小金，先贴一下，团一个，活得很舒服啊。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没法吃了。贴也不用贴，其实就这么单团，你敢几来吃我？不敢，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本身就是活棋。你自己补一个，以后大概就是这样的局面。你不补我就冲了长出来了，这棋活得就很愉快了。嗯，头也在外面，也活净了。这样，如果下成这样的话，白棋是满意的。这是飞是典型的卖一个破绽，你就是希望你来打枪。哦，希望靠断，然后靠断准备的既不是引征，也不是弃子。哎，对，因为你这个冲断是不好意思的，嗯、对吧？一般人下不出手，基本上都是要选择靠断。靠断的话就是顺势，自然而然的去做活。这个是白棋埋下的一个陷阱，当然小范这个看得很清楚，他不会犯这个错误啊。我刚才是拿这个东西来考考你，看你解读出他的意思没有。实际上他我们在做的工作就是把他下的棋的每一步的意思解读给大家听，是吧？围棋比赛的这个特点又不像足球似的、篮球似的可以去现场看，哦，呐喊助威，就是观众们实际上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的是一种训练方式。我们经常，我有一个朋友啊，举了一个例子特别好，他说观看围棋比赛和观看京剧那些什么昆曲啊，观看这些东西很像，就是观看者必须第一喜欢，第二呢是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嗯，就是否则你完全喜欢你是古力的粉丝、李世石的粉丝，他们下的什么棋你一点看不懂、一点听不懂也没意思，是吧？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观众群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确实这个面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窄了，嗯，因为体育游戏也好，或者什么其他东西也好，有一个通行四海之皆准的准则是什么呢？就是越简单呢，越容易受到人群的这个青睐。简单规则越简单，群体越多。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斗地主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打麻将啊？是吧？那个规则足够简单。那么围棋它的乐趣呢？当然不仅仅是在于简单了。我们不能说简单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需要简单的东西，也需要像围棋这样有深度、有哲学性、有思考价值的东西。对，我们做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把这种看上去比较复杂的、比较有深度的东西呢，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来说出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你喜欢吧？当然，对，很有价值。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像这种飞呢，就是我们需要给棋友们解释一下啊，它的语言是什么语言？那这个飞就是为了卖个破绽。为什么它不跳呢？跳一个就是太明显了，被别人一次一飞，这个棋就进入苦战了。嗯，所以干脆飞一个，你断不断我？你断我，我顺势做活；你不断我的话，我出头比这个跳好，对吧？起码你现在我不怕你跳了吧？你跳我一贴，你飞不过来了啊！你要长的话，我这边还可以先攻你呢。这个就是它的语言，很高。这个语言就是围棋为什么说是阳谋呢？啊，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朋友我们沟通的时候，他提到过，他说牌类游戏啊，就是大家看不见的，你的牌是什么，我的牌是什么，这个大家看不见的。牌类的游戏大多数是可以归为叫做阴谋的状态，就是我们不仅要比技术，我们还要比心理。嗯，啊，比如说这个五张牌的这个。收摊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德州扑克啊，现在就包括斗地主啊，什么拖拉机啊，这些它就是既是要在打这个技术啊，要计算，这个也是有计算的，算你手上什么牌，算你大概什么，还要算你的心理。比如说我们说桥牌你是要叫牌的，对吧？叫牌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牺牲叫，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我这个牌我叫上去我打不成，我也要这么叫。为什么呢？我这么叫了以后，我即便我输了，我损失的分数，我损失的分数可能比你打成了我损失的分数还要少。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揣摩一个心理，我这么叫，我把这个砝码提得很高了，你还叫不叫？你如果不叫的话我来打，反正你即便赢了，你那个得的分你也得的少。那么这个时候我就逼着你，让你选择，你可能不愿意这样的结果，你还要往上再叫的高，我都叫了六红桃了，你还要叫什么那个那对，那就大满贯了。对，那这样叫上去的话其实上就是一种赌心理啊，就我在这么叫的时候我还要再考虑，哎，你会不会往上叫啊，就是这种判断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围棋的这个全都是面啊，面敞开的这么谈话，这个是阳谋，牌的游戏差不多是阴谋。那么阳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我把语言告诉你，我的语言，我就是这个语言啊，对，你怎么地吧，所有的子全都在棋盘上。 对，你要是断我我就做活，你不断我我就出头，反正全都是透明的，
啊，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互相揣摩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就是围棋的爱好者呢，相对来说比较忠实，就是这个群体其实也是蛮庞大的，而且呢非常的忠实，粘性度很高。我们在这个跟很多棋友一交往，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长期的交往下来啊，你还年轻，估计你还没有交往超过二十年的棋友，但是一定会有，就是很多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棋友，他会伴随着我们一辈子，会一直走下去。这个也是围棋它有独特的魅力。我估计打斗地主的这个牌友、地主友，估计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因为你跟谁都可以打。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棋，看看黑棋怎么进攻白棋呢？我现在是不是说棋说的少，说别的都说的太多了？好，赶快说棋吧。对啊，黑一个是很冷静的一手棋。那觉得现在黑棋依然保持着对白棋的攻势吗？是，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棋是杨波的语言啊，实际上这个棋它是一种对这个语言最好的一个回答。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岗，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怎么地吧？现在这个难题又出给你了，你怎么地啊？我看上去软了一下，但是我这个子是有价值的，我飞出来的一个子，这个子对将来这边的作战是明显存在价值，这个是黑棋的一个自我安慰啊。虽然我看上去是软了一下，我既不断你，我也不破你的眼，怎么样，但是同时难题还在你这里，我不急于出拳就是最好的出拳。对，其实白棋的毛病啊，白棋还需要负责的。你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下啊？白棋如果要继续跳出的话，对不起，你这个棋越走越重了啊。将来这个靠断呢，刚才不可能，现在一会儿就可能了啊，现在就可能了。对，现在就是有可能了。如果你现在还是这么做活的话，你等于在后市上多送了一个子。你这个子的价值，我们假设说黑棋靠白棋大概还是这么下啊，是走成刚才那样。对，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就不尖了。作为黑棋来说，尖都不用尖了，对，黑棋直接就拐，把你这个贴住，这就可以。这个我这个顶是先手，你冲是没有的。那现在刚才这个形状，黑棋不肯。是吧？但是黑棋现在棋盘上等于白白多了一个子，这个棋就啃了。白棋这个子基本上没有价值，贴在黑棋的后市上。你在棋盘上把它拿下去，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个子的价值很大很大的，多了这样的一个交换，刚才不啃的形状，现在黑棋就啃了。所以这个是围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我们在跟棋友们讲棋的时候，经常用到一个成语，一个词。陈英，你能知道我想说哪个词了吗？见机行事吗？这是成语吗？没有，这个说到刻舟求剑啊，刻舟求剑就是你一开始判断的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是走着走着或许它会变化，就千万不要拿以前的这个判断和抉择来永远的把它衡量下去，千万千万不要这么下。如果这么去做的话，你这个棋肯定不是高棋。三十手之前我判断了这个棋我是后势，我永远都是后势吗？不会的啊。那么其实这个棋的变化就是在一瞬间，刚才飞的时候这个语言是欢迎你来的，但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作为白棋来说，这个语言马上就变成我担心你这么下，就这个语言一定要随时的变换。所以我们说阳谋就体现在这里，这个非常的好。黑棋呢看穿了白棋的语言啊，当然互相大家这个围棋又叫手谈嘛，真正两个水平差不多的对手彼此之间通过对手下的这么一手棋是能够解读出对方的语言的。我们说围棋有五德，第一德是德什么？德好友。对，德好友。为什么是德好友呢？就是因为围棋本身它就是一种谈话，手谈。围棋跟佛教中的这种禅这种味道是很像的，就是不需要语言，两个陌生的人下一盘棋变成好朋友了。为什么能变成好朋友呢？看上去他们没有说一句话，但实际上他们对话了千千万万啊，就是彼此之间能够契合，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气场。那么黑棋在这盘棋中，小范解读到了江都人的语言，小范心里想，可以，你小子配合做我的对手啊，我就拿出一招来，我来对付你。你看上去表面欺压了我一下，给我一些破绽，我不去等，我先等一道给你回补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呢，白棋不能直接跳，道理刚才说过了。那白棋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怎么下，实际上又是一道新的难题。这个题对于白棋来说并没有那么好解答，真的没有那么好解答。我看那个形状，我盯着看那个形状看了很久，我也不知道白棋这个时候最佳的一手棋在哪里。如果出头不行的话，那不就只能做活了吗？对，但是做活也不是好棋，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啊。对待一块就是自己不活的棋啊，首先不是想的是要出头，然后其次呢就想着就地做活。这两点如果都不行的话，那就没有白棋这个就要去找这个
第三条路。还有第三条。对，有围棋它有意思就是在于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游戏。哎，我你说到这儿，我这个又想起一个段子来啊。好，那您说。前一段在微博上或者微信上啊，经常留一个段子，就是说把中国的几个什么这个棋类的游戏再来评判一下啊，说什么象棋是充满了什么官僚什么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特点就是这个什么麻将就是为了算计，然后到围棋这儿评点什么的。对，挺想听听围棋是什么。这个段子对围棋的评点就是一切游戏非黑即白。我看了这个段子以后，我想骂街。为什么？我这个就我觉得这个人无知到了一定程度，就编这个段子的人，包括这个转发的这个人，就是最开始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编的还是转发的，这个人还是网上挺有名的一个人。我真想在这儿把他的名字点出来，但是我现在我怕这个被转发500次把我给影响了啊。没关系，我想如果您把他名字点出来的话，他一定。王老师，我拜您为师，向您学围棋，您就多了一个学生。就是首先，他对这个围棋太不了解了，怎么能说围棋是非黑即白呢？围棋只不过是棋子是黑白构成的，它的语言解读，那它的变化处是宇宙中星星的总和呀。他说的是不是就是从大面上第一感，然后并不是棋的内涵？就说明他不了解啊。对，然后围棋就是非黑即白的游戏，就是这个定性就定在这儿了，就是让人家一看，如果不懂棋的人，哦，很简单，反正就黑白的游戏。那黑白的游戏是什么，内涵是什么，他不涉及了啊。这个人在网上就是本来没什么名气，但是有一些这个讲历史的课程啊，讲的好像那个挺花里胡哨的。其实我就通过这个，我感觉他也这个真才实学估计也一般，就对围棋这样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文化都不是很了解啊。那今天您说完之后，如果他有幸能看着我们天元围棋频道的话，他一定会我劝他好好的学学围棋。对，我劝他好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我们说到现在这个白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出头也不好，就地做活也不行。哎，对，要找第三条路。怎么办？我们先看它的实战啊。刚才我们说简单的出头是不好的，那么这个江东问实战按照你的下法去，你的判断去下啊，他选择是这个虎。那这个虎呢，实际上也不是好棋。我们先看一下实战，为什么它不是好棋？点对，小范这个地方下得很顺，点完了以后把它飞震在里面，然后去做活了。这个做活做的活的其实是蛮苦的。然后黑棋跳一个很稳健，这个跳本身是有先手味道，下一手这个长出就变厉害了，这个跳完了以后长出还带着靠啊。对，所以白棋呢在这虎一个，这是要制住这个子，确保这个地方是白棋的地盘。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白棋的地盘的话，实际上白棋全局的控是所剩无几了啊，这个是很有价值。那么黑棋这个先手交换之后呢，先搬一下啊。您是，其实我是想听您对这块棋的结论。Okay, 不然的话我对于这手棋其实稍微有一点疑问。现在我们看挤进来，这个挤进来很凶，挤进来很凶。现在本身局部呢白棋倒是没有太多的死活问题，白棋就单接一个温应手，黑棋现在没有能力去点杀啊，去退一个让白棋做活。那白棋就做活了啊，让白棋做活。我次序摆的稍微错了一点，它是先爬再接的。然后这时候做活，那么做活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白棋从这个靠开始在这边打入一块棋呢，它活了，但是它活了以后呢还是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让黑棋外面变得很厚，这个头也基本上出不来了，是吧。然后黑棋争到全局的这一点比较开心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白棋做活了之后全局上并不乐观，白棋活得太小了，只有三目棋。但是他成功的把黑棋的模样破坏掉了，这是他的收获。他破坏的应该说模样这个词要打一个引号，他破坏的更多的是黑棋这条边的实地。脚山还是我的吧，对，这边还是我的。对，那么他破坏的实际上主要是这个地方实地，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这边让黑棋变厚了，然后呢中央这个头出不来了，最后这个子基本上死进来了，被黑棋在这儿一补棋。对，更不敢跑了。对，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黑棋虽然这边的实力被白棋破掉了，但是在全局其他地方所形成的这么一个新的模样和新的形式呢，还是很有收获的。这时候我们想起围棋世界的第二句是什么？不得贪胜，入界已缓。入界已缓，对，你围棋世界背的还是很熟的。入界已缓就是打入太早的一个坏处，就是有可能是形成，我们在那个书上写了啊，这个很多棋友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两个合作的这个书了。那么书上写的语言是什么呢？其中如果打入的太早，其中的一个坏处就是当你破坏了人家一个地方的模样，别人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形成新的模样。对，这个时候这个第二块形成的模样往往比第一块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是如果不能遵守入界已缓的话往往是有这样的坏处。这个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活得太小了。
活得太小了，不好。那现在我们要回到一开始我们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了，既然白棋这样不好，出头也不好，那应该怎么下？第三条路是什么？又不能弃子，因为我觉得白棋已经挺重的了，弃子太大了。做活又不肯，围棋好难啊。是啊，逃不行，活不行，弃还不行，那我不要了也都不行，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围棋太难了。这个棋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这棋，我听您这么一讲啊，我觉得这围棋真的挺难的，不好学呀、啊。我们是，您还说把这个难的东西讲得简单点儿。我们现在有点像天桥上卖艺的，光练嘴巴是，真正下棋也是下不过人家两个，在这儿还评点啊。我觉得呢，这手棋就是要去寻找第三条路，就是在出头和做活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做活可以。但是对不起，我要活得有尊严，我不能被你封得那么踏实，不能让你那么厚啊，不能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做活。出头也可以，出头就是我不能丢盔卸甲的出头啊。我觉得这时候现在合理的一点，那个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啊。您说这个，就是在出头和做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我还以为您说这个呢。这个点太不舒服，这点实际上这个靠并没有完全防住。而且这个形状太怪了，这个我倒是可以这么虎了这么瞎。但是这样的话以后被别人点一个形状还是挺痛苦的。你贴它再一长，你可能还要在这边去点，对，还得补。这手棋我觉得大概是一个中心点，如果现在黑棋还是这么飞的话，那它虎活这样的活的就比较舒服，黑棋远远没有刚才的那个棋那么厚啊，寻找到了平衡点。如果黑棋不肯让它活，和黑棋点杀，白棋挡可以杀进来，然后他再出头，然后我再出头，这样你这个断也断不了我，因为我出头了之后呢，对你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啊。你这三个子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风险啊，你还是要去顾及一下自己的薄弱环节的。对，白棋这边如果成功的跑出，其实这边的后势也就用上了。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棋上呢，就是白棋应该去努力的去寻找这个平衡点。江东润犯的错误呢，就是他有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一点，一看这个棋能不能出头啊？出头好像不太合适，那我们做活吧。就是他很容易就是在这个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间去做一个转换。其实中间的这个环节，我们讲的中庸啊，在两点之间寻找中庸，不偏不倚的那么一个境界，应该是可以去努力的。当然很难，而且呢花时间。咱们这个棋又是快棋啊，中快棋吧，至少是啊。对，每放一个小时，时间可能又不是那么的充裕。这个时候人往往是凭自己第一感去行事的。我们看他实战，对这个地方呢，我感觉不满意，不满意。点小范呢，质量补棋下得很好，点了一飞阵。你看你现在这个棋，你就永远没有这个做活的机会了。你这个本来刚才我们是期待能下成这样的，被黑棋这样先把你的眼位破了以后，你这个棋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只有去这儿做活。对，这个做活就活得很痛苦了。跳一个，这是实战。对，我想问一下这手棋啊、其实我觉得白棋在这边是不是可以把棋下在外面？我看这样的话，这不是空啊，空不是挺大的。我这手棋还有点想瞄着黑棋的弱点。但现在黑棋这边进攻先手还是很多的，这个空，这个如果能是空当然好了。我看这个不是大跳加大飞，太难，挺优美的一个形状。他就即便还是搬了打的拆二，你也很难吃这个形状，周围太薄了，很难。哦，这么多子，陈云老师这个就是追求的太多了一点。我看他这个棋形很漂亮，而且看似啊、就已经没有缝隙了，还没有缝隙，但是空间太大了，不牢靠。走到这儿，我是觉得有点委屈。我这么多子，我还下到这儿，对付你这一个，我还不是张开大网，你来吧。对，你看，其实这个棋如果是这么围控的话，本身就是很不靠谱的一件事。对，这么看的话似乎就觉得有点空了，他有了这两手看着还行似的，那还吃得扎实一点，这地方还要被他搬一下。我只能吃一个。那确实从效率上来看，黑棋还是很满意的，白棋效率并不高。这个棋棋这个搜刮得很舒服，他先爬一个，挡住接上，好长一个，是只能去做活。这个棋活的挺委屈的，心有不甘呐、黑棋接到这个棋，接到这儿是不是黑棋毫无疑问是优势的？白棋活的太小了，太小了。这个跟刚才我们期待的那个图差别也有很大很大的。对，就三目活，这黑棋就是哈。下面这一手白棋下的这个棋真是打破我的脑袋瓜，我也想不出来白棋会下这个。
那我们大家一块想想，白鲸会下在哪儿呢？这个我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我的第一感是在这边打入吧，选择一个打入点。对，如果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五个点去打入，你会选择哪个呢？这个不太可能，我们把它排除掉。啊，对，那肯定。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选择这个吧。第一感一般人都是这个，因为离后远一点，然后离薄的近一点。嗯，符合其理，符合围棋十诀吧？那围棋十诀应该用哪个来形容你这个？比强自保啊。对，嗯。所以他这边强，我就离他这边。这个棋要稍微有点艺术性的话，可以考虑点一下。嗯。期待你挡，然后靠过来。这个棋稍微艺术感会浓一点，常用手筋也是。如果你搬的话，连搬，嗯。这是往往是可以有的。这个可以有，这如果你长的话，它还可以继续连搬。再连搬，这又是教科书的下法了。这个棋呢，打吃，对，这样。我再一打吃，他给接，然后我这边再打吃，提，这边以后跳或者飞都有先手。那白棋太如意了。对，如果这么下的话，这个棋黑棋就明显是被白棋给玩弄于股掌之中啊！这是我们，但小范肯定不会这样下的。一般来说，点的话的时候，如果对手侦破意图，对手会点，会挡这个。对手可能会挡这个，那挡这个其实白棋也不一定怕，白棋就退。那我拐回来。你拐回来，然后再从这边去寻找一个什么打入，这样手棋并不亏，下一手还是可以靠。比如说白棋、黑棋如果跳，白棋一靠，你虎他一退，你一立他一拐，就整形了。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点是可以推荐的一个手段啊，在很多无有脚下拆二的时候，去寻找这个点是往往是靠谱的。点完了之后再一靠，如果他贴的话就这样唱。对，这个棋，按说这个对于江东润他们这个水平来说，这都是常用手机，就王老师在这推荐的，他们早就会了，他不用肯定有他的不用的道理啊。但是至于他实战为什么是下在这儿打入，我这个棋真是敲破我脑袋瓜，我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觉得自己形势所迫，如果打入到这儿的话，被黑棋清零处理。你下次见到江都润，你推荐他读一下我们的书，你好好的教导他围棋十诀。这个怎么能打入离后势这么近呢？啊，懂不懂势孤取和？好，背不背比强自保啊？这个，你跟他好好讲一讲，善意的去劝一劝他啊。行，我把围棋世界用韩语都搞懂了，我去问一下江东润。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围棋世界这40个字韩语怎么说？先是，然后我问。我可以教你，懂不懂怎么说？记住了啊，这是你的任务。好的。这个打入。这打入我真的是理解不了了。现在让我去解读这首棋的语言，我难以自圆其说。我解读不出来，他是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你觉得他想干什么？你来解读解读。我觉得他觉得形势不好，挑衅呢，就惹您生气，然后他惹我生气有什么用？过分的气，不是惹对手生气。如果您是他的对手的话，我很开心啊。不是，那他的目的达到了，我很开心啊。开心，他下这么臭的棋，生气，他下这么臭的棋，我肯定开心啊。我作为他的对手，就这手棋，如果因为这三个子很硬，是吧？我们说，如果你要想腾挪的话，你要去借劲儿。那你即便不点，你直接靠也可以啊。直接靠，你大概是搬吧，我就退。你大概是立吧，我就拐。这样的话，比我一个子强多了。我下一手还可以继续打吃你，就是我总是能借上你的劲儿，或者我飞，下一手可以加，是吧？这边可以占，又可以加，这很容易借上劲儿了。因为你后嘛，你后我就可以去借你的劲儿。如果你不愿意给我借劲，你退那也好，我搬一下再一茬。也不错吧，就这个靠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首先在下这样的棋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定性，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要有一个定性啊。首先我们把它定位于后势，OK， 那你是后势，我们有对付后势的办法，我去借你的劲儿。那么还有一点的定性呢，就是如果说这边比如说这都是白棋的子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不肯靠了，我一靠把那个靠后了，对，那我打入完了以后，我以后要寻求你的手段，那是因为我把你定性为你是薄棋，有这么一个定性以后，我也好选择，是吧？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我就不理解了吗？那他到底是把这个定位成是后势还是孤棋吗？他如果要是把这个定位成后势，他为什么不去靠呢？
莫非他真的把这个定位成是一个保险？我这不会吧？这个我有脚加拆二，所以我理解不了了嘛。围棋很难啊，我也不能说他下不过我，我把他给臭骂一顿啊。那这棋肯定是我下不过他，我下不过他，但是我即便下不过他，也可以批评他这一手棋下得不好，是吗？哎，我前一段读了村上春树的一本书啊。我觉得那书写得特别好，那本书的书名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当我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这个书名很长，就村上春树，他是一个这个长跑爱好者啊。那么他那个书评点了，就是说读者和作者是什么关系呢？读者可能写不出作者的那些文字，作者确实水平高，但是不影响读者去阅读这些文字，评点这些文字。实际上我觉得我下不出来他这样的好戏，哎，但是我可以，我觉得围棋真是跟很多东西都是触类旁通啊，就是我看了这些文字以后，我马上就想起我们干的这个事儿了。我们确实下不过他，但是我们并不影响我们去理解啊，我们去解读。咱们先歇一会儿吧，时间到了。好的好的，那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一手棋下一手棋交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儿来想一想，对付他这种好像不在常理上的棋，我们应该怎么去对付。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盘棋。白棋呢，这手棋打入不是好棋，王老师匪夷所思。好，匪夷所思。我们看，我们看实战吧。好，刚才讲故事讲的太多了，看看实战吧。黑棋长，黑棋退，退这个棋，白棋这个提啊，要不然下一手一力受不了。而且这个棋如果白棋跟着往前爬的话，反而容易被黑棋有借用。然后黑棋跳出来，很均衡。我觉得这个棋就是让人，看得很舒服啊。这个语言解读起来比较容易，是什么呢？就是白棋这个打入虽然不是好棋，但是黑棋想吃它，这个是没希望的。你比如说你这么去照，人家就冲着往外搬，这个黑棋想杀白棋是不太可能啊。同时呢，刚才我们讲过，就是白棋实际上在这地方积蓄完力量之后呢，黑棋这边是有点薄的，比如将来这边有跨段，甚至于说这个地方去，有很多先手吓唬吓唬黑棋，白棋在这边就可以获得利益。所以白棋呢，正好打入的时候，黑棋一退，然后一跳，就是下一手这个尖下来还是很厉害的啊。当黑棋一边积蓄力量，一边把自己补后，同时还威胁着这个白棋的这个手段，这个棋下得很均衡。那么白棋这手棋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黑棋吃不掉白棋，但白棋由于这个子对这个子对这边威胁不大，对这个靠也没有产生任何借用，所以黑棋可以置之不理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理你了。哦，暂时先不管它。对，这手棋价值很大很大。白棋往上跳，这棋也得自己找点事儿干啊。然后黑棋也跳，黑棋这个跳之后呢，把这个交通线给隔断了。隔断了以后，下一手这个尖就非常厉害了，这个白棋得连回来。白棋要跳回来，没办法。然后黑棋也跳，这个棋黑棋下的就是非常堂堂正正啊。这一跳以后呢，产生了两个好点，下一手这边要照你，这边下一手要震过来。这个震过来也很了不得啊！这个震过来，中央虚花花的黑棋就要成很多空了，这个子就无疾而终啊！而且对白棋这边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白棋在这里明明知道这两个子实际上是有点苦的，但是也没办法啊，跳起来啊！这个好像风险蛮大的啊！对，这两个子置之不理啊，黑棋照进来，置它的危险于不顾。这个棋呢，还是跟刚才的评述差不多，就是白棋这两个子应该活还是能活，但是会很苦。那又像刚才那样三目活吗？实际上能三目活也不错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么样了，能活就不错。但关键是白棋实际上实地兵不多。白棋这两个角还是蛮大的，除了这两个角，白棋也就没什么空了。是的，现在黑棋还是很主动，黑棋中央虚虚的这个成空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主要现在先看白棋怎么处理这块吧，先把它做活了再说。黑棋震，这个棋一震就把它的这个中央啊基本上控制住了，不理它。黑棋这个棋我觉得下的确实小范的棋下的很让人赏心悦目，就是我觉得黑棋很大气。对，黑棋在攻和撤之间啊，就是这个掌握的平衡度非常好。我们就是通俗讲叫收放自如，这个一会儿再攻它，那么攻着攻着呢，可能也就不是死里白赖非得去猛杀啊。这棋可能很多人想，哎，我要不要不给你阻住？对，那实际上这个棋走一走，白棋想做活还是很容易的，这边一拖，这边一靠，这想做出两只眼来并不难。这样的话很可能黑棋攻到最后是落空的。其实很多棋友啊，我觉得第一感真的就是这三个子既然在我的包围圈里边，我为什么不吃它呢？
吃不掉。这个回答很简单，要是能吃掉的话，小饭就吃了呀。但是总是想那个下一项、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对啊，你这个问题它是一个伪命题。如果可以吃的话，小饭他就去吃了啊。那么，当然这个镇呢，就是说把这个放在这里，暂时先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同时，这个镇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个头黑棋已经不怕白棋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全都能是黑棋的空，这个子就这么死掉的话，那胜负也没什么悬念。是我看到小范这首棋，我想到现在的流行语，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就不是拘泥于小节哈。我觉得这首棋真的下得很大气。挤这个是好棋，考验挤顶啊，顶一个、这个子还是要把它拿对、稳稳的拿住了。现在隐约觉得黑棋的中间已经这个不能是外势了，已经快成实控了、是挺大的。尖这个黑棋贴，对，这样是这样是交换，毫无疑问还是黑棋便宜了。黑棋把白棋的这个出头给延缓了。拖，现在白棋是使出一切手段来在这里辗转腾挪。那这个拖呢？对，要注意这个拖很损实力。这一拖很损实力，就是黑棋很愉快地搬下来。确实，经过这一拖呢，白棋这块棋不会死，但是付出了惨重的实力的代价啊。黑棋搬，白棋只有断啊，然后吃，哎，很舒服，接上冲过来，然后拐，这你没办法，只有退。再爬，你只有搬，再劈掉做活掉。对，这棋还欠个断，其实你还得补棋，加一下接上。然后还得护一个补棋，把这个段补掉。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这两手棋，黑棋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便宜大了、便宜大，因为白棋都已经这么厚的地儿了、逼着白棋去尖一个，黑棋就继续压。这样的话中央的这个潜力明显的越做越大了。黑棋优势这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白棋从这儿去骚扰一下。黑棋先打吃，这个是先手，这只有接靠住。白棋这儿也没什么手段，其实搬我就断了，你这个冲也冲不进来多少。然后白棋要在中央找点头绪啊，这棋也不能看着它全都成空啊。放哪儿了？顶一个，退。然后这个也出不来。大飞，就是看到白棋，看到黑棋这边是有点薄的，所以呢，争取来冲击一下。他也其实在往里走。那黑棋这时候这个飞呢，我觉得我们解读这确实是有优势意识的，就是这个飞补得非常的稳健，非常的厚，把这个地方直接就做出了几目棋，而且呢把自己的棋子紧紧的全都连到了一起啊。这个飞本身价值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棋应该是有优势意识的。也跟白棋说一声，我现在已经走得这么稳当了，我形势好了。那白棋呢就说您形势好了，那我得骚扰一下。对、而且它这形状都很薄。有没有冲击的手段啊？有是有，但是呢由于黑棋这地方也有点薄，所以黑棋实战这个虎是很有味道的一手棋。这个虎呢就是跟刚才这个飞意思差不多，它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保持自己优势的一个道路啊。本身我们就说白棋冲一个其实价值就很大，白棋冲你大概得粘吧，或者你大概挖吧，挖，那么白棋就算打吃完了补一个，这地方也能长十几目，这个价值是很大的。那么黑棋这一虎下一手再一爆吃，还会生出夹这种手段啊，就是它可以让白棋的目数变很少，同时呢让自己变厚，这个呢就是一个最稳健的一种获得优势保持优势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常说每一个局部价值的大小，它的判断的这个参照物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劣势的情况下，那么我这个棋就要拼最多目数的官子啊，有十五目的绝对不能下十四目的。那么如果是优势的情况下呢，我们除了去判断目数的大小，还要判断对厚薄的影响，对、哪个厚下哪个。哎，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十二目的官子，那边还有一个十目棋的官子，但是那个十目棋的官子非常的厚，可以消除很多味道。那么在优势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选择小的而不是选择大的。当然这个小跟大是也是要打引号的啊。什么是小什么是大，它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对，是你还得根据这个优势的程度。对，判断一大小它实际上一定是要有参照物的，这个参照物就是当前的局势和厚薄啊。我们觉得这手棋呢确实它可能不是最有利的，真正这么拼也不见得不行。我觉得这个对于白棋来说显然是胜负手，
真是偏你冲我把你扳断了，好像看上去也挺有风险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大。完全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可能将来也会生出一些东西来。对于小范来说，他现在是想稳稳的赢下这盘棋了，因为确实从进程来说，从进程来说，这个棋白棋明显是被压制的，白棋明显是被压制的，每一个地方都吃亏了，嗯，从布局一开始手脚就开始吃亏了，其实。你这么说，就是白棋从第四步就已经下出了，嗯，有点疑问呢。这个扳也看不太懂，这个扳其实黑棋这块棋，这些棋已经活了。黑棋已经活了，白棋从这儿去扳断黑棋不知道有什么太大意义。黑棋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太大，嗯，这种棋它是一个单关，就是看对黑棋有什么影响。这是单关，如果对黑棋没有影响的话，这个棋基本上是没什么价值。那既然走了就会再走吧。啊，对啊，嗯，走了就会再走。这个吃很大，这个吃很大，吃完了以后生出这个家，这个也很烦。嗯，然后跳一个破眼去，嗯，跳白棋，跳黑棋冲，挡住，嗯，靠，这个靠很有意思，就是要做活。看，对，白棋其实在这个地方啊，已经花了两手棋了，嗯，他就只是做活就满意了，啊，很满意，他抢这两个大官子满，很满意，很满意，哦。这样的话，这个棋逐渐简明化了，这棋逐渐简明了，因为黑棋越来越厚。跳棋就尖一点，把这个子牢牢吃住。嗯，现在黑棋白棋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破绽的地方啊，就是一些官子的争夺了。对，其实中间的空就是这样的，好像看着黑棋也没有围着什么，但是白棋只要花手术去破坏它，嗯，黑棋的价值就已经体现出来。是的，这个靠倒是有点给黑棋出难题在搅局的意思了。嗯，黑棋依然是，只要是虎，哎，我如果虎，它就顶。虎它顶。对，我扳它就长。嗯。扳倒也行，扳长的时候我就粘上，它冲，嗯，我就从这边连回来就算了。嗯，这个靠局部还是给守进，但是对黑棋的打击不会太大。嗯。靠，你看黑棋先扳一下。这个扳，实际上这个扳也很厉害。扳你不走的话，下手把你这儿连根切断，要杀你了。这个扳是有先手的，白棋连扳。黑棋在搬这个，这个局部黑棋，啊，黑棋现在其实思路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安全运转。对，哎，不要给你什么搅局的机会，长我就退回来。嗯，他就退回来。嗯，然后白棋冲这个，问鹰手，冲争取给你冲出个小软头。我估计黑棋是要挡的。嗯，这个地方黑棋肯定会挡住。那白棋中间它还需要补棋吗？就这一个地方，嗯，什么各种啊，吃应该是要补。我们现在先点点吧，它补不会单纯的补啊，它可能带着木补。补在哪里呢？虎一个，40, 冲一个是准备虎吗？六数。全局的木数，大家一起来判断一下，数数木。嗯，现在黑棋大概有65目，那白棋呢？白棋55目应该最多了。盘面10目左右啊，盘面十目，嗯，黑棋优势还是蛮大的，对，很大，而且这个棋啊，黑棋厚，黑棋非常的厚，而且咱们这盘棋就是农心杯啊，都统一采用韩国规则，嗯，黑棋贴6目半，嗯，所以10目棋基本上来讲，那很优势，不容易翻盘，对，不容易翻盘，嗯，我比较看好。现在棋确实没下完啊，我们刚才中间休息的那几分钟去看棋谱，又下了一些，我们也现在等着新的棋谱会传给我们，嗯，但是我们刚才在休息就5点钟的时候，这个棋是没下完的。嗯，那据我们的判断呢，黑棋还是这个优势虽然不大，但是还是比较厚实的在维持着自己的这个优势。对，嗯，这个棋呢战斗还在继续，但是黑棋的优势也有。其实我们现在更加看好小范的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棋逐渐的进入到小范比较擅长的这么一个范围里面了，嗯，啊，他就是非常会下这种棋，很厚实的把这个优势给逐渐的保持到最后，这个其实是他的技术上的一个长处。你说相对于他的这个布局和中盘来说呢，可能官子还更加让人信任一点，然后更放心一点。哦，嗯，对，小范本身就是比较厚重的棋风，嗯，他应该是更善于后半盘的一个收束和把握。嗯，刚才故事讲太多了，现在棋谱没送过来，啊，这故事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没故事了。
是吧？所以以后我们要掌握节奏哈。很多故事这个在脑子里出来了以后，先把它存起来，别那个脱口而出。你看现在。现在只有讲讲这个棋是大概讲讲棋，对，讲讲棋也挺好的。棋在等棋谱了，说明您直爽。在等棋谱了，那棋谱反正目数给大家点的差不多了啊。对，咱们先确定了这个目数，然后呢又确定了黑棋优势。对，我们从可以看出黑棋像这个飞啊，这个虎啊，这个豹吃啊，这个都是优势意识。而且呢，确实这样的棋呢，它虽然优势意识，但是并不保守。就是他在寻找这个平衡点啊，在保持优势和让优势越来越稳健期间，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他这个时候已经不追求让优势越来越大了，如果追求那个的话叫什么，犯了哪一绝？不得太上。围棋十绝第一条，嗯，是很重要啊。其实我们在那本书上写到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我们犯的每一个错误，从大的范畴里看，都逃脱不出围棋十绝的范畴。就是你下一步棋，如果这是一个坏棋的话，那么从围棋十绝中，基本上能够给你找到平点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口诀啊。赢多了还要赢，那就是不得贪胜。好，棋谱来了，太好了。好，还没出结果啊。对，证明还没出结果，战斗还在继续。其实前三盘棋啊，总感觉小范赢得有点轻松。用小杨的话，就是队友周瑞阳啊，他说：“哎呀，真羡慕小范先出场，他当先锋。”他形容前三盘棋就是可以吃肉。对，赢了才是这样。是，赢了才是这样。但是第四盘啊，其实所有的这些队员啊，包括可能我们。教练都会觉得这盘棋战斗刚刚打响，迅速哪里交换了一下，要是势均力敌的战斗，冲六就长，很稳健，粘上，不跟你一般见识。然后呢，长，哇，好厚实啊，这个棋。对啊，这肯定不能被白棋扳啊，被白棋扳这个形势就不一样喽。白棋继续在这边点，黑棋就飞，这个棋看来就是说你想要一点也可以给你啊，因为白棋这边也是欠着的。其实也吃不了你，如果你要非得尖我长，你再走我挤粘，也就是个七八目棋，比这个大的还多的是呢。把这个打拔了，这个也很大。哦，中间他们都不会去走吗？我怎么觉得也吃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个顶一个挡住，便宜一点。这个加进来，刚才说这个地方有加，现在先加进来度过。四，冲，这地方有点小手段。这有什么手段啊？有。哦，有个扳啊，哦，扳。加不就被立下去了吗？哦，扳了然后再扳是吧？这地方有点手段，但是这个手段呢，也不是很严厉。占一点小便宜，提掉。官子江东人下的还不错，能看见这个手段也不错。那当然，人家也是世界冠军嘛。曾经。对，记住，曾经。曾经。小范是现在。不能小看世界冠军哦。加一个。现在世界冠军层出不穷啊。对。原来就是像古力、李世石他们一拿好几个，现在就是拿一个，然后好多年见不到第二个，可能是这样的。现在啊，对，你一说到这个，你知道咱们中国农心杯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吗？四个世界冠军加一个选拔。对，所以说就是世界冠军是免选。对，那一看这个四个免选。对啊，就只选拔一个。往年其实我们这个农心杯阵容选拔的名额还挺多的。是。所以就是您说的那句话吗？中国现在世界冠军层出不穷，而且不缺世界冠军，现在缺明星。就一个行业是需要有明星的，我们现在这个围棋，我觉得现在缺明星，就是你比如说羽毛球，你有前途。羽毛球实际上是林丹，是吧？那个真正球打得好的人也很多，但是林丹确实除了实力强，还有偶像的气质，还有大家的这种打造。一个行业有了明星，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好事。现在就是缺明星。好，靠王老师打造。先把棋好好练练啊。对。走这个虎柱，然后黑棋。全盘什么官子最大呢？幺四三幺四四幺四，
您觉得是什么地方最大？我觉得中间啊，很想走棋，我很想走。虽然说金角银边草肚皮，但现在在收官的阶段，我看贴这个，这个也很搭。贴这个啊，把这个两个顺便再多救一点，防以后防止白棋要想吃它。这个先手，你尖我可以退，这就不可能吃掉我了。这一加等于把这两个字给救回来了，挺好的，挺有的，挺有价值的。白棋实在不行，一会儿有个拼命可以跳进去打劫。你们不是说优势实木棋吗？如果我这个地方可以跳进来的话，实木棋就没有了。这个理想还是很值得很值得尊敬的理想。走了，走了。形势不好总要拼命嘛，难道还能安乐死？这种棋就是打将，完全不考虑讲棋者的感受，冲一下。因为他没办法，太难讲了。是的，因为围棋同时也是竞技，在50、1、2、3、4、5、6、7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我现在想起来啊，我下棋的时候，其实也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捣蛋的心理，现在遭报应了。我以前下棋的时候，经常下棋，我是很喜欢打劫啊，一盘棋下很，搞到最后那些年轻小伙子们都不愿意去给我当记录员，不愿意记我的棋。现在想想，当我们去讲棋的时候，也在遭报应了。哦，那您当年下棋？我曾经跟王雷下一盘棋，打劫打了300多手，然后中间不停的提劫，换了5、6个劫在那儿打。那输了赢了，如果是赢了的话，输了这是可以理解。你以后问问题的时候，考虑先了解清楚、啊。如果赢了，这时候我就不问了。149接一个，走这个，走这个。这个其实没什么，这地方没什么太大油水，看不出白棋有便宜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定型定的多一点以后，来点点目。好的，打拔。拔，这种棋进入到现在，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官子不太可能犯明显的错误了。我们正好有点时间，把这个棋摆一摆，看看到最后就是输赢，我们可以点目点的也可以更靠谱一点。搬一个啊，这个劫粘回去。这个没什么说的。前手，保持。他的官子就是要细心，我的官子不好，主要是我心太粗了，像这种地方老是忘了走，最后就、这种先手老是到最后才下，哎，后来就被人家逆收了，下不着了。对，有的时候真的就下不着了，这就是下官子，主要是除了计算以外就是细心，细心，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忘记。也可能是您对局的时候压力太大了。不是，我的性格中有弱点，就是沾上比较粗糙，就是打吃啊、然后冲一个、这地方看啊，他先点一个，先手，然后一虎一个，174搬，为什么是搬的呢？这个地方的定型，那您觉得是压的吗？我第一感是压的，但是这地方我比较崇拜他，他说的他下的应该是对的。幸福小贩的官子、他官子肯定比我厉害多了。团一下，胡这个，这还是有几目。黑棋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吃掉啊？黑棋有机会吃的，就是吃了接上有机会的。这个虎被逆收了三目棋啊，有点心痛啊，三目棋还不止好像。哇哦哇哦，这个棋为什么没有走掉呢？不会跟您一样忘记的，我想。团。把这个长出来，这个这逆收也蛮这个应该就是他先手官子，还是很大哦。官子我怎么感觉小贩是不是亏了一点啊？这个棋这个，这个打要把这个吃掉。六目棋。我们现在摆多一点好点目啊，刚才点目万一不靠谱，还有个回旋余地。现在确实局面上的官子已经都是越来越小了。9、9、3。其实您是不是也应该
给我们一起，虽然您官司不擅长，您好歹给我们讲讲吧。我想摆多一点这点。不是，我说的是官司、哦、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这没什么好讲的，我觉得这个官司真的吗？还不讲故事呢啊。虽然是都是您说这个，都是一二三四五按顺序下的了。先手一目，后手两目、嗯，或者是逆收三目。据我调查，嗯，不知道电视机前朋友们同意不同意。这时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已经进入相对疲惫的状态，这个官司到底是几目还是几目的这个，第一我讲的不一定对啊，第二呢这个真是硬抠吃几几分之几、嗯、还不如讲故事。有的时候这个官司很重要、开头就让结尾也很重要，不是有的时候是一直很重要、啊、但是所以棋友们就听您在官司上给我们讲点什么，我拿着去赢棋呢。这个最好别指望这个，我觉得。走到哪儿了？被你一打岔。不是，您这个官司也，您摆到这儿了。哦。对，我还说着，您给我们判断判断啊，这个。想195/196，尤其大师。我主要想赶快把这个胜负给大家报告一下。198。其实大家也挺想知道这盘棋到底谁赢了。嗯，对。但是这官子我们也得学习啊，全方面的学习，从布局到收官，一点不能落。24。那既然这个局面都已经定型了，我看大家也跟着王老师一起点点目吧。估计每个棋迷的好奇心都是这盘棋到底谁赢了。那咱们一块儿看看数目的结果。王老师，您点清了吗？我刚才点过白棋，然后我忘掉了、哦、数字。天哪！现在经常这样的。如果是对局者点完了黑棋、啊、就把黑棋忘掉的话，只有一分钟哦。他们的规则是每方一个小时60秒一次，所以一分钟之内必须要落子。我像。千万不要像王老师一样点完了黑棋还是盘面实目。我跟你讲，点完了一个忘掉了很正常。你现在就是慢慢的，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棋手等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点完了以后要不然就拿个本赶快记下来。你以为是象棋那样就还就是一边白棋大概54目，白棋54目，黑棋64目，赢的还是挺多的。那还是稳稳当当喽。现在下到这儿也没有什么悬念啊，对，还是很稳，还是很稳。但是这官子确实没什么难度，不像有的棋啊，不像有的棋，它这个官子也是计算各种手筋，它这个计算官子简单，基本上我们看都是简单的比拼大小，没有说，而且都是小官子，就这盘棋直接进入官子就是小官子，它没有大官子，没有一手棋10几目、15目以上的大官子，基本上没有。啊，这地方有个小手筋占了点便宜，然后剩下的就是。就没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棋局不就在半目一目半之间，关键这盘棋的不是啊、是啊，我就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哎、这个官子可能好一点。哎，你这个老让我教官子，我告诉你我官子不擅长了。你老让我教官子，不擅长你也得给我讲讲。这个压力很大，你这老是给我挖坑。不是，我在想，哎，我们时间还很充裕嘛，充裕啊。对，我想时间这么充裕，这个如果都是时间很充裕，但是我估计结果马上出来了。我们继续再摆几步吧，反正摆到最后点目越靠谱。好的，那现在您摆到多少手了呢？摆这个98，199，200，201。这一题这个躲在这儿的时候，差距是扩大的。走这个提还得接上，再开黑棋下、黑棋不用讲、黑棋下一步肯定提啊，多舒服的一提，又厚又大。这盘面现在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差距还要拉大呢。现在这个战斗依然在继续啊。他没提是吗？对，他没提。嗯，不是，就是就到这，现在咱们暂时还有205，到哪了？205拐吃这个。这个拐吃，哎，这个可以讲一讲，因为白棋本身有这个棋，白棋别跳啊，白棋有这个棋。走这个我打吃呢。你打吃，它也不一定是跳，它可能跳这个。哦。嗯，搬也可以，其实搬一个，摆个造型就是啊。是。总之这个地方白棋是有拼搏的手段，你刚才说的对。如果盘面实目，这个棋一拼的话，可能就会变细，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不着急提是对的，拐吃这个。因为下一手本身这个题就是四目棋的价值，就是嘛，看见小范下了这手棋之后，知道我说的这个跳还是有可能性的吧。对，那么现在白棋就回题，
白棋这个回题实际上也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体现在哪儿呢？如果这个劫当白棋无条件打赢，以后白棋冲，这个子跑不回来了，对吧？你不敢跑了。这样的话，这个，所以这也很大。他点这个，接上。啊。估计黑棋也会接啊，白棋也会接，然后再提劫。预计运行是这样的，这个棋胜负是没有悬念的。我不相信这个棋小范最后下的会输了，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零。我们还是相信您的点目，盘面实目，我们也愿意相信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有兴趣的棋友可以一起自己再验证一下，王老师点的正确吗？是不是盘面实目？依然是有微调可能，但是基本上是但是就是说胜利是雷打不动的了。对，是的。好，那我们以这个更为放心的这个心态啊，先预祝一下小范四连胜吧，又获得了连胜奖金。龙心杯的规则，第一阶段下四盘，对，第二阶段下六盘，对，下六盘去韩国下，在釜山，对，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回到上海再下四盘，是不是每次都会下满14盘呢？那不一定，不一定的啊，对。如果下到每盘，其实大家轮流赢，最多是14盘，是吧？他测算过，一共15个人下，最多下14盘，是这样吗？对。那么最少的话是下10盘，就一个人唰全扫荡了，最少下10盘。他们是有5位，对对对，对，最少是下10盘，最多下14盘。哎，这个数据就是看来是100%靠谱的啊。所以说只要前面不是说前面一个人10连胜，就第三阶段肯定会有，上海这个阶段肯定会有啊。在您不是说那个农心杯是不是都会下满啊？在上届其实就没有下满，上届农心杯是韩国夺冠，上一届韩国又夺冠了，对。就说这个历史战绩，确实韩国夺冠次数比较多。这一次韩国的选手都有谁啊？就是除了已经输掉了，现在韩国已经有2个人被我们消灭掉了哈，那么还有3个人是谁呢？崔哲翰是他们的外卡队员。OK。然后还有金智熙。金智熙、崔哲翰。还有朴廷桓。都还是蛮有战斗力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打垮他们的。咱们还得一步一步慢慢来，还没下完，没下完我们接着战斗，依然在继续。这个棋不过悬念没有，我们就是以更放心的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粘上，然后黑棋提，对，黑棋也提劫，白棋肯定去找劫财，他吃提，黑棋顶这个。那就说不跟你打劫了，不跟你打劫。但是白棋不干啊，白棋搬，那我就再提劫。对，这时候白棋完全是在顽强了。217。白棋又去哪儿找劫了？都没有。找劫。打吃，你看我猜对了吧？找劫财，您找的还蛮好的嘛。那必须的。黑棋劫多吧？对，黑棋随便冲一冲都是劫。急这个。然后白棋这些冲也都是，他就走这个。再打冲，提掉，好顽强啊！那个白棋好顽强啊！对啊，白棋不够了吗？不够了，总是要顽强的。然后再提劫。然后黑棋去哪里找？黑棋直接懒得跟你打劫。那白棋走这个。就不跟他打了，那是不是白棋也接上啊？就粘上了。这个棋跟胜负转没什么关系的，黑棋也比较轻松。这个劫结束了，那这个棋局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吃掉这个。
没吃啊，提到这个，这个也是四目，这两个差不多，这也是四目，两个基本同样大，七二三八，就我估计都是先手一目了，对，都是一目了，我看好像也是这样的，咱们就先提，让你反提，然后拱，然后再，这棋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把这些基本的一目棋的官子摆完，也就没什么悬念了。对，哎，这个不是很大吗？这是两目棋，没人下。后手两目，这种不是搬粘都是后手两目啊、哦？对，就到这儿哦。就到这儿是吗？249，还有一手棋。挤了一个，挡这个。挡住啊！对，我觉得后面的棋啊。那个不知道导播有没有在听我们讲啊？我觉得后面的棋没什么太大价值。对，那肯定得给咱最后确认一下这个结果。十四、十六、十七。虽然我们很相信您的点目，但是我们还是想看着这个“黑中盘胜”这几个字。5×5=53，反反复复的在确认目数，希望您每一次判断都是一致的。千万不要告诉我们，哎呦，每次我在我们老师在判断、哎、这个棋没有盘面十目了，但是盘面九目的呀、我说每次在判断形势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一起来对着电视数数目，不点目很枯燥，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服务者啊，这个真的我们点目是因为现在没什么事儿干了，要杀时间，然后要等着这个等着石云把这个棋谱的消息给我们传递出来，甚至我怀疑是不是网络出问题了，这棋已经没东西了吗？应该结果是出来了呀，全都是就剩单关了，而且韩国规则单关收不收两可的，这是无所谓的。对，韩国规则我就说我还真没就是个亲身经历过、要不然我用手指头给你点点目吧，不是，您给我们说说这个韩国规则，不用收单关是吧？就我告诉你韩国规则怎么数啊、因为我没下过。我告诉你怎么数啊，我去韩国比赛的时候是这样的，下完棋我就把我的死子全都交给我的韩国对手让他数，所以我也不会。我只知道我赢了还是输了，点完目我知道我赢了还是输了，他要是敢把我半目胜了数成我输半目，我一定要重数，他要是数对了我确实赢半目，那 OK 握个手咱们回头见了。那您这个必须得韩国规则您必须得了解清楚，因为当您有提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还给人家，还到盒里。18、19、21、22，这块24、25、26、27、28、29、30、31，这个棋小范没有搬，把这个交换掉亏了，31、41、42、43、44、47、49、50、51、52、53、53四目吧，这个得折半，这边都数了哈，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五三三七三八三四十四七三九五十五一五十二三五四五六七五九六十六六十二啊，还面八目左右，现在大概是够了，够了，就没有逆转的可能。现在轮谁下？轮白棋下是吧？对，他刚挤了一下。对，我们估计啊，白棋后面会下什么呢？这个立掉不着，这个估计他们可能能立掉。这个团和这个班粘是一样的嘛？的一样大的嘛？算你立着了，这肯定立着了。团。然后我肯定也把这个也得让我立着，这个让你冲着。你冲。好，我把这立着。这个看你走着。这个是不是能立着？那反正就看你是不是走。挤这个，这也是两目，看你走这个，我再冲，你接上。然后再立。你团住，大概是这样吧。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吧？没有了，好像是吧？其实就差这几步棋了。对，这个江东任同学在想什么？把这几步棋赶快下完了，不就完了吗？有可能是。下完了以后再点目，这时候就没有区别了，就不会有啊。这该现在该谁下？现在该黑棋下。一目棋，这有一目棋，这不用补了。啊，对对对。一目棋，黑棋占完这个。嗯。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如果点这么多片目再出错的话，三十三五三三七三十九四十四十六四七四十九五十五一五十二，
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六十一幕，嗯，一二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二十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三十四十四一三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二五十四，嗯，啊，旁边只有七幕了吗？你为什么每次点没关系？又不一样了、是吧？没关系，还是赢的，嗯嗯。我刚才点的是黑棋六十一幕吗？对啊，我听您那么说的时候是二三，但是我没按您点这个。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我刚想说，如果您这盘棋结果如果判断错了的话，您可能要被降段。都已经六十一，真的是六十一幕。第十是这样。好，像我们结果马上要出来了，我们静心等待一下，跟着王老师一起数数目。五二五三五十四，哎，真的是盘面七幕哎。那不会有变化吧？黑棋还要收到最后一个才是盘面七幕啊。嗯，千万不要出问题。您要如果出问题，会不会被降段啊？这样的目数都点不清，这已经全部都已经没有。我就不讲棋了。嗯嗯，会不会还没出结果是吧？对，还没有出结果。但是我在想啊，它是不是这个粘是已经粘上了是吧？嗯嗯。嗯，那就是说也没有说可能再拼一拼的，看看他的收官更这边是一样的是吧？这边是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这有点不一样。哎，这个最后被白棋挤掉了，这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啊，咱们还是既然这棋已经这么细了，咱们把咱们刚才摆的拿下来，咱们根据他的再摆一下。好的，您看，我现在心里很紧张啊。是啊，真的很紧张。如果都已经局面到这儿了，您还没点清目会被大家鄙视的，是这样的吗？嗯，反正二四八二四九，咱们走到这儿了。不，走到这儿了。现在白棋立这个，现在白棋立啊，二五零，然后呢？这算没中。一，看看黑棋收的是哪个。挤这个啊，这也是后手两目啊，然后白棋吃，白棋吃，黑棋应该是粘上了吧？对，黑棋粘上、哎、黑棋如果觉得赢的肯定是粘上的。三收官啊，二五四，二五四啊，也没有搬那个，看看啊，这个没走，这个没走，那个也没走。下什么打吃啊，没瞅着有目的啊、然后团这个，嗯，冲一下、然后我中间顶一下，嗯，接上一，对，六一，嗯，然后再走一个先手一目啊，这儿冲一下，嗯嗯，二点三啊，然后把这个搬了。六四啊！哦，你看嘛，你说半不胜负，人家跟你拼这个劫，你以为江东润、啊、对呵呵，江东润哪有那么容易就妥协？他要跟你拼这个劫。哎，那这个棋绕一圈，就是说，刚才我们摆的太大意了，是吧？我觉得啊，黑棋不应该立这个，不立这个不行。他抢这个官子，人家搬一下还是可以跟你蹭这个劫。那黑棋把这个团住呢？黑棋不要让他先手叫吃这个呢？你团住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说这个他总想好了，如果无论是他搬一个，他要给你蹭这个劫，打进去他也要给你蹭这个劫、哇，那就要数劫财嘞、江东润的这个，哎，韩国规则里这个劫是可以蹭的。 对， 对，韩国规则跟中国规则在打劫的过程中只是有粘劫稍后和没有粘劫稍后的关系，对吗？现在王老师已经一直在点目了，在点劫财。那咱们摆着看行吗？他现在棋谱就到这儿是吧？我现在劫财还真有点数不清嘞。没有没有，还有的。嗯，然后他们现在还打了劫二六七，嗯，哇，好顽强啊，连这个劫都要撑住。六八九，前面变成胜负劫了。是啊，
您要如果知道他这一妥协就输了，嗯，所以这个劫什么劫他都给打、当初小范这个劫应该先跟他多打一打，消耗他点劫财啊。小范平时判断太乐观了吧，直接就跟您判断的一样，就是盘点实木，他可以先打打劫。这个劫又不是说哎，我现在有一点点替小范紧张，我也很紧张。但是劫财现在还挺难讲，其实劫财还挺难讲，不是说肯定就打不赢。看一下啊，现在是白棋找了一个哪个劫？前面这个棋小范犯的错误，就这儿应该先偷吃掉。这个他被唬住，他亏了。他应该抠吃完了以后，连这个几全都是先手。您看，就是我就说您那官子给我们好好的探讨一下。嗯，您说这个胜负不在这儿。我太乐观了，对，我觉得真的胜负不在这儿了。而且我也觉得小范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现在看来，这个还真的是应该把这个吃掉。怪不得这盘棋下这么长时间，因为有这个劫。咱们再跟他打。我还想早点结束回去下班了，那就。嗯，小范这个劫财可千万一定要赢啊！打吃，然后粘上。突然间风云再起，粘这个吗？哎，看看粘这个是不是粘的那个？二粘的143，粘的那个，粘这个。这是俩劫。粘这个的话，有个问题就是在于哦，人家这还有一个劫啊。粘这个确实好啊，等会儿我可以铺这个是对啊，嗯，就到这儿是吧？好像是，嗯。那么我们帮他数数劫财吧，好吗？对。现在我提这个，你这边我们数吧，我们也不往上摆了。对。白棋有几个劫呢？白棋这儿有一二三四五六，白棋有六个劫，黑棋有一二三。四五好像黑棋少一个劫，不会吧，一二三四五，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你数出来了，嗯，劫财你也判断清楚了吗？嗯，我希望我是错的。哦，哎，那盘你是不是看到结果了已经？对，我看到结果了，我想着您先别看结果，然后先好那也好，先有时间吧，对啊，先给我们看一下，现在轮到白棋找劫对吧，黑棋刚提嘛，白棋粘黑棋提，现在轮到白棋找劫是吧？白棋这边点一个一二三四五六，白棋六个劫是肯定的。那么等白棋提过来之后，黑棋一二三三四，对，现在这个劫财已经决定了最后的胜负。所以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个，这是几目的劫财啊，但是影响着这盘棋最终的胜负。那我只能看到五个劫，不过我看你笑得挺开心的，是不是？啊，你看见我笑吗？你不觉得我在苦笑吗？哦，那就真的是被我言中了，是吗？因为我五个劫财是吗？因为我是在想这盘棋，我怎么这盘棋要输半步，真是太冤了。就已经都是在觉得。小范已经胜利了，这盘棋要输半目真是太冤了。不过我现在确实看好像小范差一个劫财，是不是？是就差输半目是吧？这棋哎，咱们还是把最后的这个棋给大家摆一摆吧。哎呀，实在想不着，太郁闷了，嗯，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那小范这个官子肯定是收的有问题的，太大意的。那您一直给我们汇报的实木，然后我们，然后我一直也想着实木已经祝贺小范四连胜。小范对啊，小范这个地方欠缺了一点，然后这个劫没有继续，这个劫哪怕再消耗掉对方一个劫台也好，你那撤退的太早了，有点想不通啊这盘棋。嗯，咱们还是摆吧。他提这个二七三是提这个，嗯，然后。二七四，他先找哪个先中这个？二七四，二七五，然后提肩。二七六，二七七，二七八，
七九二八零，点这个好棋。哦，这个劫财还可以点着找。嗯、就靠这个点多一个劫财啊。八三，然后他接上这个了是吧？二八四。二八四等于二三九，嗯。二八五。哎，这个单片劫竟然影响胜负了。八。中间打吃一下。还九，还九零。九一，三，四，二九五，就到这儿是吧？就黑棋不走。对，嗯，黑棋已经看清了这个。后面黑棋还有最后一个劫，是吧？黑棋还有一个劫，白棋这儿还有一个劫，这儿还有一个劫。啊，黑棋这儿还有一个劫，黑棋两个劫，白棋两个劫，但是现在是轮到黑棋找劫。得差一个劫财、嗯，就差一个劫财。嗯，好吧，陈爷，赶快结束吧。我，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啊，这盘棋，不知道说什么。就总的来说，小范是只开花不结果的一局啊，确实下的都很好，整盘棋是压制对手的。那么下了官子的时候呢，确实有点缓，就是这个棋没有吃掉，这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实际上。到后来这个劫，因为这个劫明显是白棋在撑嘛，白棋在强撑嘛，黑棋再跟他就是意志上再坚强一点，再多打两手劫。从后来结果看，哪怕多消耗掉对手一枚劫财也可以。是啊，那个时候小范就是一打吃一挡，就马上就不打了。这个棋是，就是这些心理上的一些东西是导致局面不停在接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本来优势很大的，然后小范呢，这个一开始这个虎这个打吃就下的挺好，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越走呢，这个棋就形势就越接近。其实我们看啊，刚才。这个形状，黑棋如果先打吃掉的话，白棋打吃，黑棋接上，是这样的棋，连这个子都跑不出来的，因为黑棋这个戟是先手，就白棋连这个子都跑不出来的。对，啊，这个时候其实影响蛮大，这个棋，包括这个戟都肯定是黑棋的先手了，这地方目数肯定都是撑满的。那后来这个形状就是怎么都下不到是吧？怎么都下不到这个东西，这就感觉好像黑棋有很多种赢法。太郁闷了，这个棋真的太郁闷了。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对啊，总体来就是首先呢，嗯，首先我讲棋的水平肯定有问题，就是我判断啊，就太乐观了。对，我本身下棋的时候就是一个偏乐观的棋手，然后呢，一看自己的形势好，这个棋就讲得很快哈，我以为这个棋很快就结束了，也偏乐观，各方面的点目的时候可能就把对手少点两目，把自己多点一目，就这样的。其实盘面十目的棋，你差出个两三目就是很细的了。对啊，加上小范这个官子下的确实过程中，刚才我也发出疑问，我说小范这个棋官子这个劫就这么快就撤退了，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劫才可以走的啊。嗯，那么对这盘棋下的，你说那时候打劫的时候，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黑棋这种冲都完全可以当劫财的嘛。就这边打的劫，这种冲一边收官子一边都当劫财了，白棋没有那么好的劫，白棋可能就得找这种劫，消耗掉一个劫财就够了，这是意志上的东西。是啊，行百里者半九十，看来啊，就是这句话应该在多大优势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去放松，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是的，这盘棋我们还需要好好的总结。小凡要好好的总结，就是小凡的意志上的这个坚韧呢，还稍微差了一点。对手在不停的追击，小凡这时候给予的还击不够强烈。就是导致局面越来越接近啊！当然，我的点目也是有问题。这棋，没想到这个棋后来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个棋其实从概率上来说挺少见的。是，我想这局过后，小范自己也会深思，会反省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